这里出来，这个白色的线是这个是这个夹钳的啊，应该是接近开关的线啊，这个白色的线，这个白色的线是这是27和 V0， 是塑料机夹钳，然后这个白色的线，这个白色的线是离合器的，离合器的线在这里，离合器的白色的线在这里，这里啊，这里，然后这个是冲床的电源线，冲床的电源线，然后这根线是那个电机的，就是那个鼓风机电机的，然后这根细线，这根细线是接近开关的线。